边的茶楼人影错落，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，人前摇扇醒目拍桌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，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，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穿梭，且看他口若悬河，衣上有风尘，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。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，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。那昆仑痴儿。